是哦，摇摇看。看到我，看到我，看到我。哇哇哇！哇什么东西？阿弟，等等，你咬你咬都，你咬你个妹妈！几个鸡？哎呀呀呀呀！呀！你这哪都没中，你哪没？我没，我没。哎呀！你哪没能中？哦，我刚尿尿了。我没了。嗯，下一个老马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子。今天我和我闺蜜、她老公还有儿子他们来抓龙虾。哎呀，这个。你老弄的。哎呀，在哪叫啊？你就那朵。我也得一只，我也得一只。那你那个，你那上个没的，没破的那个要抓。看一下，这上面有两个。来吧，是上新的，你来家没？嗯。啊！要不然都记得。丫头给他，丫丫怎么给嘛？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女子，上面好多呀！我能准备一点啊我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两半的大家都。哎呦啊！老妈，我给你一百块钱。啊！那给到。你个尿啊！我等下俺去啊！我个怎么来尿？带米还没带呢，你个尿了呢？这个黄色的呢？这个黄色。我俩背着红的呢。你去快。哪里在弄？哦，这两边都弄了。快点！哇！这么多。我就睡着，那边你们对的吧？那边那边，你问两下错嘞，说你就说我病了，就那块乌冬了。这有个洞，哎呀呀呀！这面两个，好像还有一个。三个！啊啊啊！啊妈呀！啊！好痛呀，被夹出血了。不容易啊！我现在到那个进水口那个地方就去看一下有没有龙虾吃了，刚才在那里捞到了几个大龙虾，两个，捞到了两个，进来了，五个，今天我们来体验了一下捞龙虾的乐趣。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下次给大家拍一集做龙虾的视频。我闺蜜是从那个新东方厨师学校毕业的，她做龙虾应该很好吃，晚上有口福了。大家期待我们做龙虾的视频吧。